会有几块啊？大的是一块，小的是一个半。从来没看过，第一次吃。哎，三色两碗是？对啊，怎样？那七做两碗吗？对啊，做两碗，总共四碗啊。来，牛小排。这是牛小排，这个要事先订才有。哎，那为什么会特别想？哦，我之前来吃过啊，也是朋友有推荐，不会太硬，也不会太软，很适合我们。而且就是很平价。哦，我点了一个三合底，好像是什么牛杂、牛筋跟牛肉的汤，有点红烧的味道，但不会是酱油的那种死咸啊。那味道我觉得蛮浓郁的，感觉就是炖出来大骨啊、肉啊这样炖出来的味道。牛肉面店里吃得到带骨肉多牛小排，超大块，几乎要把碗公铺满，看不到面。鲜嫩的牛肉蹭着大骨吃，超过瘾。综合的三宝牛肉面，半筋半肉，口感十足，牛筋软 Q 香滑，面条骨溜。还有世纪巨大的限量版牛大骨汤，光用看的就让人瞠目结舌。这家神秘的牛肉面店位在宜兰，老板徐迪上福，人称阿福伯，自创特色的牛肉系列，每道都是外面没有看过、没有吃过的。哇，大哥，这这么大哎！这个就是你隐藏版的美食吗？对，因为它这个牛大骨来讲，对不对？要事先预约，因为它的时间，所以说没有订的话，我是没办法给客人的。好，然后一般来讲，说三个人一只就够了。来，牛大骨，来。哇！好，拿吸管给你哈。来，先搅一搅，先搅一搅，搅到底，搅到底，对。它吸骨髓之外，对不对？喝完了以后，这个部分我会帮客人分解，不剪细细的，豪迈的吃法。很好吃哎，就是它非常的 Q 弹。因为来这边吃哈，就是说，这个食材不一样的东西，你要不一样的吃法。超级吸睛的大骨汤要卤上整整两天才能入味，巨大 size 比手还要大只，啃起来超过瘾。搅拌一下，用吸管吸出浓郁骨髓，十分咸香。稍微剪开的肉质富含胶原蛋白，十分弹牙。能有这种吸睛破表的美食体验，说夸张一点，还真的是不虚此行。让您牛渐渐吃一哈，吃看看，慢慢吃哈。这个是骨头拿蘸蘸吃，很优雅的吃法。哎，我觉得汤头很特别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好像比较没有喝过这样的汤头。然后听老板讲是没有加任何酱油这样子。